台客指定赛，张建宏师傅，请介绍。姜丝大肠豆豉鲜科，来哦，我们做的菜可好吃，会流出眼中泪的，来啊，来就位。先这里切丝吗？对，切粗的，这样子，这么大，对。它有口感，粗条的，对，还是这样子。好好，好好好。然后再来这两个穿烫，然后切丝，然后爆香我们的辣椒葱。先，你就是先先烫的大饼干，你可能烧干嘞，变色，还是讲你嘛给下掉，还是对对对，你就是先做，你就做，然后也饼干，然后再点。冷火先煮一煮。我们的凯出新书啦！这个的里面呢，我两年的时间，六里二三上面做过的韩式料理的里面，还是料理的里面，对，50到60个台湾的很喜欢的菜全部在这，还有呢，我自己从做韩国的文化呀、故事呀，全部都有这里。好，还有呢，这个是从4月9号可以买到，还有在诚品跟博客来。好，新书4月9号可以上了。哦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到比赛正题。那这边刚刚已经特训过了，所以在师傅都不能教，只有天王可以现场一直教。比赛开始。来，卡迪卡迪，这个快用啊，不用啊，挥啊，再挥来，三上的，三上的，后面拉吗？三上的，你有两个人哦，两个都可以哦，要分配工作。对，你两切不？你切了呢？啊，一段拢差不多2公分。差不多这边要切。那伊的大小，赶快就好。大家用我挥无啦？哎呀，楚姐可以不用。这头啊，剁掉。没关系。这阿哥无够侪，阿哥过来吓。两公分，阿这嘛是。安尼你感觉安怎？我刚刚卡手较紧的，我来啊！你敢那开洋煮，你先来开盘。辣椒嘛，哦，辣椒嘛，对啊。行啊嘞，我帮你计时。我们去看一下客家煮了，就尝着，越撕越好，越切片。什么叫越撕越好？越好，可以的，丝入扣，真的好的，的那种吗？全下，来给你。没有盘子哦，好。你用菜刀整过来，对。姜丝大肠的酸菜酱汁够吗？不够，所以很酸呢。不要多一点，没关系，再来一点。它那个香气很棒，对，这样好。越撕越好，非常好，哎，手都不错，唐丽。对啊，你切的很好哎，他很好，他做啊。他来录那么多次节目，你没注意到？而且他的耳环是粘板哎。好，不要，全部要，不要折，他的耳环是粘板吧？人家本来就要讲脏话，很像哎，先不好，先倒下，躺啊，放水里面，要切那么多，放水里面，对，放水里面，放着，对。阿基师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两道菜的重点是什么？然后呢？重点就是要把客家味给弄出来啊。大肠，那这个宝郎老师他是拿手强项吗？还是他现在是客委会的代言人呢？你是客委会代言人，真的，名气真的客家一哥在那边。没有，干什么？郑木成，哎，偷鸡摸狗啊？没有，没有什么什么偷盗，我们不做偷盗的事情。那是有光明正大盗的，不是？这样，僵尸，我给他，很好，这边切的时间剩下6分钟，这都用好了，阿夏，好了哈，对，要不要求救？来这边来，还要求救吗？这个僵尸大盗现在还不需要，那我们去看一下对面喽。目前我们不需要，对。哦，对面进度好像比较快一点哦。哎呀，对面怎么那么快啊？哎，你不要讲话，赶快切吧。陈哥教的很快，会不要注意，规定要七 K 对赛，哪里对赛？哎，注意啊。哦，切比赛，要不要求救了？没有，很早嘞，很早。阿北，你有没有？好，求救啊！哎，阿的博会被他求救，求救就腿白啊。没有，你有哥，有，来，要求救了，要求救了，我要给你求救，等下给你求救。哎呦，你多摸你脚了，赶紧啦，就惊，因为我足紧张的。你老公，我老公要求救，我来跟你讲。你给他塞一个目屎就好啊。我抓一个，我想塞什么？我这世人会当拖差不多2分钟的时间，对。哇，是哦。大师兄唱歌呢，不是唱醉呢。英雄比的是什么？气场，气场嘛。有啊，看谁撑得久。这是我唯一能够赢过陈大姐的机会了。对，用力。
两分钟，五十哥哥做得完。今天这一集绝对会让陈哥有眼中泪。我喜欢你有这种气势。太好了。哎，但是林杰捞起爽，哎，所以然后先挂。所以，我本来有两分钟的实力，我看今天就扁担面，蛋三十秒就好。现在现场的问题上，只剩下三分钟了，要不要求救？三分钟了，两个 man 哦，加倍哦，差不多了啦，好像可以求救嘞吼。来，师傅，举起来，棒棒，你看兵，你看兵，再来，你好啊，好大心，阿美，就在，阿美，阿美，棒棒，准备了，对不对？走，来，开始啊，来，快。我现在放进来，然后你要这个要炒到它透，哦，炒透就这个放进来，对，然后这个很稳呢，然后放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差不多酱油膏一半就可以了。我伫咧龙舌咯，因无遮啦，无烟，你知无？好，那我们大家对面好。五秒，他先下吗？可以暂停一下，你先。要不要再试试看味道？师傅可以试吗？试味道，好，我来试吧。试味道，师傅可以试味道，来试味道。进去，稍微拌拌，试味道。水过厕所，拿那抹布来。会出一点水，味道。我们在这边，对面求救完，怎么样？这边要开火，胡椒，酱油膏，对，你不能讲。拿那个什么垫，有没有垫子啊？没关系，先放这里好了。好，试试看味道，盐巴一点点。因为你先喝不是要水？要关起来。哎，按下去。先喝。现在要水。先喝要水，先要丢进去啊。放着，关火。要不要求救？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一道碗。这个，来端着。他刚刚没烫一下。还没烫。现在一个一个往里面丢。对，一个一个往里面丢。分开丢。太咸了。分开丢哦。那个粉不一样吧？不要，那粉太厚不好。粉再稍微沾一下。麦糖果加，不能太多。对，师傅要试味道。味道出来了，味道出来了。要拍吗？不要拍吗？那我白出来再加吗？要后面要。好，来不及了，快！几条有贵的，对，那贵卖两就条，那个就加一点点，好，轻一点哈，几条，卡修哥进来，滴滴贵啊呢，嗯，来你给我看红杯，时间有多少？时间剩下1分50秒，要不要让陈哥拉一下长音？来，拉长音。没得做，他等人家刚播完而已。哎，那时间到就没有求救喽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最后一分钟求救。陈哥可以加多久？你算一下，陈哥大概15秒。成品盘，我15秒。对你15秒，你算了解我的。成品盘，我可以吗？这味道，可以拿走。你试试看，锅子加热。我拿错了吗？可以吧？锅子加热，柠檬我加了。加了哦，然后再补一点进去。快！然后嘞，救了吗？好，救他了。有没有求救？慢走，先慢动，让它热。宝宝师傅30秒就做完了。时间剩下多少？时间剩下1分钟。好，那我准备拉长音。现在你做这道菜，做道菜。等一下，锅子没热。等一下，锅子没热。一下。哎，你刚那个什么？真的是盐巴，我有，我刚刚有勾薄芡而已。勾薄芡是？嗯。时间抓紧哦。热没？很热。准备。好。我要拿。开始拿起来。好。过热没？好，过热。准备，预备。师傅帮帮。然后。我。这个呢，姜把它放进去，然后接下来这里，把爆香。8秒。高汤。高汤。爆香完再加嘛。对。香，然后加一半的，要浇现在的，加什么？后面我们先连涨红了，连涨红了，把它捞起来，要捞起来了，哇，成功蛮长的哦。厉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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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
倒数十秒。你把你抢到，我都讲给你抢。对，把你抢掉。倒数十秒喽。这个算白，等一下。哎，还可以再救吗？不行了。没有再救了。现在就好了，整个白的地方全剥下去好了。这全剥下去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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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很好，很好。时间到。这道菜没有完成。对。没有，这道菜完成了。是啊，好，到底哪一桌做的比较好呢？我们就上桌品尝喽。今天的主题台客大战，豆子先客先吃你们的，然后这个他先吃我们的，请拿筷子。很饱满。嗯，先大颗。是啊，有卓儿姐在，应该都不会差太多了。嗯，来吃我们的，来，请。好吃啊，好吃。怎么了？我刚才我想吃卓文萱呢，哇！我觉得很好吃，我们小妹煮得很好哎，很好吃，调味小妹煮没有啊？我刚刚不在是米酒两瓶这样呀，对哈，嗯，是用来泡这个的水来泡它，对，酸菜的水，哎，难怪有点酸。先吃我们的这个姜丝大肠，来煮熟。哦，来谢谢。煮得蛮久的，不知道会泡它烂掉，泡它没有口感会不会？来谢谢。不会啊。还是有口感，很 Q 啊，很 Q 啊，好吃的。哎，好喝，我们的不错，谢谢。哦，这个不一样，你煮的。你们的比较酸，你们的比较酸。有一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，尤其是人类的味觉。喝价的是喝价。两边豆腥干都蛮好吃的，那但是这边的话好像酒味稍微重一点，然后真的有带一点点的那个酸味出来。两面姜大肠我觉得都好吃，那这边可能酱油下的深一点点，多了一些些，所以它的酸味有点被盖掉，那比较可惜一点。然后我觉得就把票放到这边。来看师傅，邓奥豆腐饭的话呢，两边都好吃，熟度也刚刚好。而且我这边搭酱的部分看的时候呢，我个人来说的话，这边比较喜欢这边的口味，不一样，入味比较过一点，对我来说，对对。对我们炒比较久的人，阿基斯最后这一票太重要了，都非常好吃，但是不好评。那既然要给分数，我们只有在里头挑毛病而啊。是。那么这里头这边的话呢，那么甜度稍高，水气稍重。第二点呢，这个肥肠，您刚刚在水锅里面烫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，绝对要滚水起锅。你不要在温水的当中你去捞出来，捞出来你的肥肠当中呢包了很多的水啊。加上你在焖炒的时候收得不够紧的话，一咬开来里面就有一坨的淡淡的水分跑出来，就把你所谓的刚刚先前我们认为非常满足的客家味的那个咸酸呢，给破坏一点。谢谢，真的是了解厨师界的包青天啊，阿基斯，再次对你敬上十分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是你阿基斯。